赛当中呢，最后是获得第三名。那男英则是有进前八，中球不容易处理了，穿了过去形成安打抛射，这时候绕过三垒，哎呀，又还一手，这个球还落了一下，再回传就来不及了，也使得高彦在一局的上半呢，这时候就非常有效率的攻下了第一分，对，有推进啊，然后靠安打又把分数抢下来，嗯，陈子豪的第三棒的角色是扮演的很好。来，昨天也有很多的打点，对，昨天也敲出很关键，有两支的安打。这个球雷手扑过去，右外手心进间想要接传，但是球没有接好。起跑时机抓得很好了，反向，然后有下一点猫猫雨，这个球场的草皮也。野上跑者走了，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穿越的安打，跑者这时候绕过二垒之后继续往三垒做推进，哇，这个球右外手又稍微漏了一下，陈子豪呢赶紧再扑回到一垒，陈光的战术打跑战术了啊，今天这个球打成了一个穿越的安打，跑者这时候要绕过三垒了，右外手接球之后这个球传回来，但是还是来不及，这时候再往二垒送，来不及再回传，本垒抓到了，再回传到一个了，哇、哦，真是蛮混乱的。哇，这个跑垒是比较太过于积极了。对哦，这个陈子豪是怕球用球的女儿，每一个安打都是同一个角度，对，对都被他拉到一二垒之间、嗯，都是同一个角度穿出去了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么低，居然还被他捞到。对对，已经打得很，蛮帅气的，绑一个小马尾。这个辫子还蛮长。哎呦，这个球硬是捞起来，还是安打。二垒手跑者绕过了三垒，右外手这个球接到之后传回来也来不及了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漏了一下，垒上跑者又推进到二三垒。哇，还是比 uncle 厉害。哇，这个球能够打得这么好，实在是没办法。他偏低的球很会捞，哎，真是厉害！这个球真的是打得没话讲，这个要教也教不来。果然又是偏低的球被他捞起来，那我这个踢脚之后被他打得真的是没话讲，已经投在100分的位置，硬是被捞到右外野的安打，回传又一个弹跳，捕手又没处理好。